如果当初我不选择和文笑争的话，也不会犯下这么多的错误。你是说DI还是穆总监？两者都有吧。其实现在的情况，很像当年我们三个共同在 DI 时的那段时间。 文笑一心扑在经营 DI 上，而灵山在旁边辅助，只有我是个多余的旁观者。窗。 要不要先吃饭，再继续工作？你先吃吧，我们要把事情先做完。文笑日以继夜的和灵山讨论着美姬的设计和销售方案，这让我很不是滋味。 想着我哪点比不上文笑？为什么在灵山眼里，只看得见他，而没有我呢？看着有对白的情节，我想我不是你的主演，可为何你却对我戏言，可我连难过。 时间越久，就越发觉自己似乎是多余的。可我不甘心，所以我才想将文笑从灵山的心里赶走，让我住进去。可是我发现，不管我做了多少的努力，付出多少。 现在我也想明白了，不属于我的，永远也别勉强。谢谢你啊，麻烦你白跑了一趟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大家现在都是为了 DI 努力，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帮你们跑腿了。
等新木发布的时候就有你忙的了。感谢你的鼓励，我们彼此加油。不说了，我先去忙了。蔡宁，丁总呢？还在和穆总监开会呢。好。来，凌珊，你要用手来感受一下它的触感。好像是好一点，我看这个 LM 已经正式终止跟 DI 的合作了， DI 这季的产品也全部停滞，文校的总裁位置也有可能因为你而不保。你真的认为就以自己的设计和手艺就能帮 DI 上市吗？像你这种小店铺，这种老式缝纫机20年前就被淘汰了，在这种飞速发展的潮流时代，它的存在没有意义。要不是你给文校灌输思想，让他以为就你这破手艺可以帮 DI 上市，他也不会有现在的麻烦。挺好的。那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，我们立刻去找唐总。但是找炎夏一起去。那个炎夏有别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去吧。文校，还是等等炎夏吧。行吧，如果10分钟还没回来，我们就先走吧。我去打个电话。这眼下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林夏，你下班了？穆总监还在跟丁总开会呢，你不等他吗？不等了，不想打扰他的工作，走了。这眼下的情绪怎么怪怪的？凌珊，我们先走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等回来再跟眼下说。好吧，只能这样了。